昨晚那是我妹妹。你妹啊？嗯，原来我看错了，是我的菜。介绍介绍呗。想得美。哎呦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就见一面。好吧，就一面啊。谁呀、啊？一女孩央求着房东把仅剩的房间租给她，房东也不是不能租给她，但这间房还有个合租对象，而且是个男的。女孩担心不安全，犹豫再三后还是租下了房子，主要因为这边房价便宜，再加上自己又没什么钱，她才不会和男人合租。虽然合租不安全，但难道不机智的女子，她稍稍乔装打扮一番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小伙子，向合租室友自称是男的，就顺利住进去了。一进屋就看男性合租室友刚洗完澡出来，女孩看了受到惊吓，忍不住大叫。她还没缓过神来，就听见室友疑惑地问道，房东不是说是你的吗？女孩一听回过神来，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说那个是自己的妹妹，她拜托她帮忙的房子。这演技看上去没什么问题，可下一秒女孩就吓到扑到了室友身上，原来是被小强吓到了。室友无语道，蟑螂都怕你，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给我吧，只剩下这一间房了，而且合租的对象是个男的啊。不安全吧，你再找找别的地方吧。给我，我自有办法，要不是这里便宜我又没钱，我才不租这儿呢。房东不是说是个女的吗？真好，我让我妹帮我找的。松开，哎，你要勒死我。哎，蟑螂你都怕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要你管啊，北方哪有这么大蟑螂啊。洗澡锁什么门呀、啊、兄弟，谁看你啊，开门让我方便一下，赶紧的。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好。流氓。喂喂，两个大男人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是我是女生，让我想听就好了。猪蹄子！哎，你上来！哎，又输了，都怪你输了。喝，我们北方人不挺能喝吗？男人可不能说自己不行。谁说我不行？喝，干杯！我赢了。这笑容好可爱啊，我一定是疯了。快清醒快清醒。사랑이완능돼그림도난데。你这么快就不行了，你这个菜鸡。走。好美啊。喂，昨晚那是我妹妹。你妹啊？原来我看错了，是我的菜。介绍介绍呗。想得美。哎呦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就见一面。好吧，就一面啊。谁呀、啊？你跟你哥长得真像。是吗？那你比你哥可爱多了。对了，你哥呢？啊、他不舒服，在里面休息。不舒服？哎哎，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。可他不是生病了吗？那我去看看他吧。你去烧点热水，我去看，我去看。那行吧。你不是病人吗？你还出来？是有点热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妹呢？她去买药了。她在哪？我去接她。哦，不不不，我去。哎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？你这是在掩耳盗铃吗？相信我，你一定是在做梦。你干嘛伪装成男的？但是你担心是应该的，毕竟陌生男女合宿在一起也不太安全。你理解我就好。不过。不安全的人应该是我吧，可是你主动扑不误。不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你等会儿。
洗澡锁什么门呀，兄弟？上厕所锁什么门啊，兄弟？谁看你啊？赶紧的！知道了。你等一下再进去。哦。嘻嘻嘻嘻，让我康康。什么都没有，饿死了。啊！是我。对不起。你走路怎么都没声的？还有，为什么不开灯啊？哎呦，我起来上厕所，看你鬼鬼祟祟，好奇来看一下，没来得及。鬼鬼祟祟。狗狗。走，哥哥带你去吃夜宵。你是谁哥啊？不要脸。哎，房东大叔。哎，小姑娘，看来你要有新室友了。为什么？瑞皇要出国了，听说好像还要定居在国外。哎，放心吧，我会给你再找个靠谱的室友的。听说你要走了。还能一起走多远，想陪你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没有突然，就是一直在我的计划之内。那祝你前程似锦。皮皮你没事，反正你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感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。大叔，你就租给我吧。只剩下这一间房了，而且合租的对象是个女的，不方便吗？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地方吧。我自有办法。喂喂，新来的你不知道先来后到吗？我先进来的，没毛病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反正我也没把你当女人。房东大叔，我可以换室友吗？没用的，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理你。哼。哎，门怎么会打不开？哎，开个门，开个门。等一下。我帮你吧。算你有点良心。让你整我，让你整我，让你整我。你给我等着。辅助保护我，控制我。哎，退手机。一浪 ，yes。大晚上你不睡觉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不管他，继续推塔，打野输出嘛。对，推塔，推塔，可以。快点，烧高地，推水机，最后一秒，兄弟们冲啊！哎，我的 WiFi 呢？搞什么？打卡成功，您已迟到。总监上任第一天你就迟到，还想不想干了？都怪那个臭男人。组长不好了，总监发脾气了。这个文件你去送，给你个机会。嗯。你们来公司做什么的？糟糕，完蛋了！这点事都做不好，趁早滚！赶快把文件拿过来。好的，总监，马上。你们两个废物，给我出去！这不是我那个讨厌的合租室友吗？总监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皮阿笑。没想到吧，现在我不仅是你的合租室友，更是你的顶头上司。你说咱俩现在算不算是亲上加亲呀？你总监这份文件需要。对不起。第二项出去。蠢猪光猪豪猪乌克兰小乳猪，在家欺负我就算了，居然在公司还能遇到。你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凭什么？一定是搞骗。哎，骗什么？上班时间走神，我看你是工作不饱和吧。今天完成，明天开会需要。我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真棒。皮阿小不错，上班迟到就应该多加班，多给公司创造价值。你给我闭嘴。说到迟到还不是因为家里有头猪，半夜晚起吵都睡不着觉。你说什么？皮阿小你迟到还有理由？我什么我就知道加班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一天八小时就不够您安排的。行，下大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好的，总监，谢谢。
喂，爸。臭小子，今天晚上给你安排相亲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想气死我？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我不感兴趣，而且我已经……他就是你从国外回来的前男友。他只是我过去的合租室友而已。谢谢总监配合我演戏。不客气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的女朋友？你不用演，我们用男人的方式。哇，好浪漫啊！谁送的？男女的头吻长满了皱纹。下班了。男女的皱纹。明晚一起看电影。谁要和你一起看电影？算你上次欠我。男女的皱纹。好吧。美女，去万达影城是吧？哦，对。喂喂，皮小吗？你男朋友喝醉了，在 KTV 快和别人打起来了，快来温莎。什么？师傅，去温莎。等等，去万达。美女，到底去哪？我和这两个男人合租的，第28天。喂。好啊，你来我们家住几天，过年我们一起回去。好，拜拜。谁啊？我侄儿。侄儿？他超级怕生，你们一定不能欺负他。当然。当然。小朋友应该会继续这么做。Hello， 你谁啊？我是阿泽。就是皮皮的侄儿吧，他侄儿会有这么大？谁是他侄儿？那是他小时候自己过家家认的。其实我是他一直从小长大的发小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啊，侄儿你来啦。皮皮，你俩没有欺负他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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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好，走吧，去我房间。等等，你俩睡衣物、哦、不行不行，他跟我睡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他的。那好吧，你做的。嗯，你做的。嗯，皮皮吃早餐啦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对啊。呜、哦，来啊，我们联盟吧，先一起把它弄出去，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行。嗯？耶，我是三一边的 Dead Right Here。那你呢？我在外面拍照，不要打探武器。Come on， 还是你自拍。3、2、1 ，Come on， 走！快拍，快拍！流氓变态大盗！疼疼疼疼！你不是说阿泽在里面吗？嗯，鱼说他想先洗，我就让给他了呀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认错吧，明川，他就是开玩笑，真的。不是你我，对不起。娃娃贼，看老子啷个收拾你！这么偷看。回家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。我跟你们买一趟，正好顺路。哟，像你这样的大少爷还坐火车呢。喂，没人呢，火车快开了。火车？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啊。明川没跟你说吗？他给我们买了机票，我就把火车票退了。行了，有长进，那可不。Come on，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咱们大年初二见！大年初二见！朋友们，我们就要登机了，新年快乐！咱们大年初二见！头好痛啊！你醒了，你好吵啊！完了， yeah， 昨晚。Right、喂，房东大叔，你怎么能让两个男人跟我合租呢？你不是不建议和男我哎。有了，既然大家都是室友了，以后就和平相处吧。谁要和他做室友？
那你搬出去。你够了，我搬出去。不准。那还喝不喝啦？喝。你输了，喝呀，喝喝。他好菜哟、哦！我要去厕所。你长得好像我妈妈哎。哎。Stand by me, 날 바라봐줘, 아직 사랑을 모르지. 他喝醉了，我抱他回房，你来收拾。我来，你收拾。不用了。날 지켜봐줘, 아직 사랑에 서툴지 마. 昨晚到底是谁把我抱回去的？他们又怎么会在我床上？我送你。我也很痛啊。啊啊！你怎么能让两个男人跟我合租呢？哦，醒了，来吃早餐。不用了，做都做了，不吃会浪费的，吃吧。好吃吗？那就多吃点。啊、嗯，真好吃。谁说做你的份了？啊！唉，我去上班啦。我送你，我送你，我顺路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累死了。你回来了？你瞎叫什么？皮皮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穿衣服？舞会，可是我没男伴啊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一定去，我去还不成吗？可我该带谁去呢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呢？扛住了山里有那么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。